平常我很享受早上小孩还没睡醒前，一个人宁静的时光，可以读经祷告喝咖啡。不过有的时候也没办法那么早起来，但是让小孩看到妈妈读圣经的样子，我觉得对他也是一个好的影响。妈妈，我想尿尿。好。我要吃个面包。等妈妈做好，好不好？现在做吗？对，妈妈现在要做了。我想吃蛋。妈妈做法式吐司，会有蛋跟牛奶。你要不要打蛋？妈妈教你打蛋。可以喝吗？不能喝。哇哦，让面包都泡在蛋液里面 ，soak。OK， let's put it here。这是什么？妈妈做的面包啊。啊，等一下哦，你先去玩车车，等一下再过来，妈妈再煎给你吃。我也要自己打蛋。你要自己打蛋，以后妈妈都请你帮忙，可以吗？加油！我也要自己。他在找面。吃几个？吃两个。两个，好。One, two。好，妈妈帮你煎小一点。我拿，还要拿去。现在已经是怀孕第二胎，大概五个半月，身体变得比较笨重，不过比起第一孕期的不舒服，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最近发生一件大事，是我们申请了租屋补助之后，房租可能要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调整，还在跟神祷告是要寻求新的居住地方，还是继续留在这里。不过不管以后要去到哪里，我相信一家人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了。这一餐要来做高丽菜炒猪肉，现在在调配料，酱油、糖跟一匙辣豆瓣酱。热油锅完了之后，放进已经腌好的猪五花。猪五花我是用花椒粉、酱油、糖一起腌制的，炒到两面都焦香之后，就可以推到锅边，加入刚刚调的酱料、大蒜跟高丽菜一起来拌炒，这两样东西炒在一起很搭哦。接着来做一道白萝卜炒鸡肉。白萝卜跟高丽菜都是最近便宜的蔬菜，所以我最近很常做，不过这一次不小心买成了鸡胸肉，应该选择鸡腿肉，炖煮起来比较不容易那么老。
煮鸡肉，还有泡泡，还有地瓜叶。Wash your hands, wash your hands. 哇哇哇哇！来，谢谢，爸爸我洗手。不客气。姜片煎的卷曲，鸡肉大概两边煎熟了以后，倒入白萝卜、蒜片跟调好的酱汁。酱汁是由酱油、糖跟盐一起去拌的，里面还加了一点白胡椒粉，最后再加一点水，稍微腌过食材，焖15分钟就做好了。这是什么？大房子。啊，妈妈说不要在这里玩好吗？请你离开。另一个锅子的地瓜叶夹起来了以后，拌了一些鹅油、盐还有白胡椒粉，一起来拌均匀。你要吃个包，妈妈帮你用 oat。 我要懂吗？地瓜叶也要吃地瓜叶。好，来妈妈帮你擦鼻涕。晚餐后，我跟欧姆丹一起读一点书，一起来玩拼图。这是我跟他的精心时刻，我非常非常的珍惜。芳疗家是一间很舒服的精油店，里面选项很多，店员的讲解很清楚，价钱也很平易近人。这一次补货，我买了一个睡前的复方精油，还有一个快木精油，想要拖地的时候滴在里面。结束以后，我们来吃一个非常美味的汉堡店，里面有加薄荷哦。如果想要带孩子出来走走，我们很推荐著名美术馆，它有室内跟室外的空间。如果要推婴儿车，它的坡道也不会太陡，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一玩，也可以出去走一走。它大自然的风景非常的漂亮，里面也有很多童趣的东西，是小朋友也很有参与度的。接着我要做马铃薯泥，两颗马铃薯煮熟了之后压均匀，慢慢的加入奶油还有牛奶，搅拌均匀。我喜欢。还要不要再奶或再咸？我觉得刚刚好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最后再试味道，加入一点盐。然后煮了肉丸子跟花椰菜，烫熟以后盛起来沥干。我现在用这三个调酱，这个是 Tabasco 的 Chipotle， 它就是一个炭烧味的烤肉酱，蜂蜜跟我用面包机做的葡萄果酱，这三个要混起来变成 Honey Barbecue Meatball 的调酱。吃饭饭喽！再见。
便当。大秋千呢？讲完了，讲幼儿园，讲幼儿园，妈妈，嗯，幼儿园，这是什么？